原标题：刘嘉玲、梁朝伟合体庆母亲节，黄渤尬跳蔡依林舞娘。昨晚古巨基红馆演唱会进行到第四场，古天乐、刘恺威、吴嘉乐、何远恒担任嘉宾，吴宪兴五虎聚首演唱经典歌曲《当年情》。回忆杀歌手魏如萱昨天凌晨晒出 B 超照，宣布怀孕，表示当自己和男友没有想太多的时候，这个美好的礼物悄悄的来了。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，谁在青春期的时候没有听过这首歌呢？据台媒，有网友近日对防弹少年团成员朴智民发出死亡威胁，称自己会在9月16日美国沃斯堡演唱会上开枪。当地警察表示，将会在演唱会设置金属探测仪加强安检，并限制携带随身物品。据悉，朴智民在去年的美国公演中也曾收到过暗杀威胁。据港媒，刘嘉玲与梁朝伟于13日下午被拍到携母亲、胞妹夫妇及外甥女在湾仔一间酒楼享用午膳。照片中，刘嘉玲一直搀扶在婆婆旁边，十分融洽，一家人看起来温馨有爱。黄渤发布一条视频动态，画面里他跟着舞娘的音乐各种旋转跳跃，甚至引来舞娘本人蔡依林的评论：舞王，看来渤哥可以 C 位出道了。橘子君独家福利，关注橘子娱乐微信公众号 JuzyO 发送蔡依林，查看明星独家新闻，还有可能获得明星独家照片套装，快关注起来吧。昆凌晒做蛋糕的照片庆祝母亲节，稍后周杰伦不仅在评论中表示真厉害，还截图发在了自己的爱上，再次称赞真是太厉害了。祝大家母亲节快乐，母亲节的甜度堪比情人节哇。王力宏在巡演宣布三胎消息之后，首次晒出妻子孕照，发博祝娇妻李靓蕾母亲节快乐。照片中佳丽佳娜背影出镜，二哥一家五口甜蜜相偎。蕾哈娜日前在采访时被问及是否参加哈里王子的婚礼，蕾哈娜满脸疑惑称，为什么自己会被邀请参加婚礼？记者一下子懵了，然后说，我不知道，可能是你们见过吧。蕾哈娜无奈地回应，你见过我，你认为你能来参加我的婚礼吗？记者说，可能吧。创造101顺位排名第一吴宣仪，第二段美，第三名杨超越，第四孟美岐，第五强东岳，第六段奥娟，第七 SUNNEE， 第八陈芳宇，第九李子璇，第十傅菁，第十一李子婷。华谊兄弟拿下间谍惊悚片355的中国发行权，环球前日则打败多个竞争对手，花费2000万美元加拿下美国版权。电影由杰西卡·查斯坦、玛丽昂·戈迪亚、佩内洛普·克鲁兹、范冰冰、露提塔·尼永奥主演，哈里王子未来岳父被曝制作虚假婚礼照片牟利，家里着火，男子哭着不肯逃，天花板藏着200000私房钱。贵州老木匠40年建200余栋苗族吊脚楼，整栋楼不用一颗钉子。新人办完婚宴跑，但老板崩溃，20年头一回碰到。每日一猜，猜这是谁？今日话题，你们觉得一碗水端平的 CP 粉真实存在吗？一般都是偏向哪边？橘子君独家福利，关注橘子娱乐微信公众号 JuzyO 发送蔡依林，查看明星独家新闻，还有可能获得明星独家照片套装，快关注起来。